希望离你心中最近的那个东西，是我送给你的。这不过就是个梦，在还没有醒来之前，我必须要挺住。我最好的时光，都是你给的；最坏的时光，也是你给的。推开你，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。7月14日起，晚间11点，今生有你。